欢迎各位回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紧张刺激的比赛仍要继续，我们七位选手很快就要面临到的是最最紧张激烈的抢位对决。在这之前，让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四位队长上场，有请。欢迎我们的四位队长。好的，队长就坐。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是和我们四位队长共同参与本轮判罚的裁判，让我们一起欢迎叶英、杨凯、布布、雷桑、阿基桑、卡卡。那么接下来就要欢迎最最重要的七强入场，让我们一起欢迎到的是 Dickens、 仔仔、周玉祥、马东杰、忠诚、 Zico、 Qka。舞台上好热闹啊！那接下来时间，我就要把我们的主持棒交给我的搭档廖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轮赛制，有请。好的，接下来由我大家介绍这一轮的赛制。我们将会按照我们本次最开始起舞排名的顺序进行我们的末位挑战赛。首先要进行的是第七名与第六名的 one-on-one freestyle battle， 每轮每人30秒，两轮过后，由我们的大师团代表在场上裁判和四位队长一起进行判罚，不可以判罚 one more。 那么当我们第七名和第六名获胜的一方将直接开始挑战第五名，依此类推，而且末位上升的选手永远是先出，直至只剩两人进入到我们的决赛当中。首先按照排名呢，我们第一个要出场的是 Dickens， 请站到我的对面，而他对阵的就是我们的仔仔。在 battle 开始之前，我们要选择一下我们的音乐类型。仔仔，你要选择的音乐类型是 B-boy。 B-boy music。 Dickens music。Hip Hop。 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选手，直至到我们第二名产生之前，中间不会有任何的休息，所以有可能最后一名如果要打上去的话，你需要总共打10个 round， 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存你的体力，希望你们能取得好好成绩。那么现场的所有观众，马上要开始我们总决赛这场 battle， 如果你们期待这场 battle， 就再给我来一点尖叫声吧。
Jenkins。谁将晋级到我们下一轮，获得我们的挑战机会 ？3、2、1，恭喜仔仔！也感谢 Dickens， 请在场边休息。仔仔，接下来这一轮你要先出，你对阵的是周玉祥。周玉祥，你要选择的音乐类型是？我要选音乐类型是 Popping。仔仔，你要改变音乐的选择吗？依然是 breaking popping。仔仔先出，每人30秒，两轮过后直接判罚。DJ ready， drop the beat。Okay, change. 周玉祥。